刚开始接触到这个计划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工业区内，而这个工业区又基本上它不会有所谓的艺文的能量进入，这边它都是才是一种像是机器人式的一个工作来生产产品啊，或是一些加工品这一类的。所以工业绿洲在这边，我认为就有点像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行为生态里面，它又把艺文这一块加进来，让它形成新的生态体系。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是可以让大家去做接触的。我的创作都是一个处于去截取在无论是我自身或是周遭的一个环境的一些痕迹或是记忆，所以我期待是能把我的作品带到这边，用我自己的方式诠释这个新的一个生态体系。这样，你对你的工作感到疲乏吗？不妨来工业绿洲感受一下这块地方新注入的艺文的生命能量。就在这个三月，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